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万妃尊宠，天顺八年，亦即是公元1464年农历正月十七日，明英宗朱祁镇病死，终年38岁，帝位由皇太子朱见深承继，成为日后所称的明宪宗。明宪宗的年号是成化，所以又称为成化皇帝。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继位的时候，虚龄17岁，已经能够亲自处理政务，但是由于经验未足，仍然由前朝的重臣李炎、陈文、彭氏等人辅政。明宪宗自幼受一大群宫廷妇女小心呵护，养成了内向、怕事、缺乏主见的性格，凡事都要依赖自幼照顾他长大的宫女曼氏。天顺八年七月，成化皇帝举行大婚典礼，立吴氏为皇后，同时立万氏为贵妃。万贵妃大过成化皇帝19岁。万贵妃吴甘心地位在吴皇后之下，当吴皇后是仇人。一个月之后，成化皇帝借故将吴皇后废了，送去西苑居住，改立皇贵妃做皇后。王皇后不敢和万贵妃争宠和争权，自此之后，万贵妃权倾宫禁，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万贵妃约束，召见大臣都要得到万贵妃许可，至于皇帝要亲近其他妃嫔，可以说难之又难了。成化元年夏天，成化皇帝为了一件事非常忧心。万岁爷，你为了什么事唉声叹气啊？阿哥，广西的姚人又起兵作乱了。广西的姚人又是作乱？就是咯，先帝天顺年间，广西大藤峡的姚人曾经起兵作乱，杀死不少官兵。后来先帝派了征蛮大元帅颜彪同埋两广巡抚叶姓联兵进剿，费了几年时间才将乱贼剿平。这件事臣妾都若莫知道，当年颜将军班师的时候，还带了几千个姚人同男同女，有些送入宫中，有些赏赐给功臣。臣妾超得宫内的宦官汪直就是其中的一名姚童。哦，原来汪直是广西的姚人来的。他虽然是姚人，但是办事勤快利落，而且忠心耿耿，比起朝中的公卿大臣更加可靠。如果广西所有姚人都好像汪直咁忠心，那就好了。万岁爷，广西离开中原咁远，而且姚人力量有限，朝廷只需要加派兵马就可以将乱贼剿平，你何必为这些事闷闷不乐呢？
万岁爷啊，嗯，臣妾有一件高兴的事想告诉你听。有一件高兴的事？是万岁爷，嗯，你什么事啊？你就快做阿爹了。啊，朕就快做阿爹？嗯，真的？我已经有了万岁爷你的骨肉了。咁就太好啦！朕要立刻禀报太后同埋阿娘啊，仲有向太庙禀报，如果你生嘅系王子，就立为太子。谢万岁爷。阿哥，唔好再喊啦！人死不能复生啊！万岁爷，小王子出世唔够一年就已经夭折，试问我又点可以唔伤心呢？我哋以后可以再生几个王子，唔系几十个王子噶嘛？但系神妾咁嘅年纪，只要我哋喺埋一齐，以后一定会再有王子嘅。嗱。万岁爷，你以后都不可以再亲近其他女人的。好，好啦。在这几日圣上究竟去了哪里？启禀贵妃娘娘，奴才打听过，万岁爷他政务繁忙，一直留在乾清宫处理国家大事，所以没来超德宫安慰贵妃娘娘你。政务繁忙？最近大学士李贤病死，广西的姚人壮人动乱未平，而贵州湖广的苗人又蠢蠢欲动，所以万岁爷他经常心水不宁，闷闷不乐，连驾幸超德宫都提不起兴致啊。有咁嘅事？是啊，而且朝廷里面的恭卿大臣有好多闲言闲语添啊。恭卿大臣讲咗啲乜嘢闲言闲语？启禀娘娘，他们说娘娘你年纪大了，妒忌万岁爷亲近其他妃嫔，对他管束太严，令到他精神不振地说。他们实在太无聊了。王爷，大臣之中有哪几个可以提拔的？娘娘想提拔一些大臣替你在朝中讲说话。是。奴才听闻礼部右侍郎万安同其他大臣不和，他希望同宫中通下声气，这个人可以提拔啊。万安？是，他是四川眉州人，听闻他懂得配制丹药添啊。配制丹药？即是男女之间的丹药呢？真的？那我不妨召见这个万侍郎。万岁爷饮药呢？又要饮药？万岁爷，是贵妃娘娘亲手煲的补药啊。又是补药，朕不想饮。
娘娘派人迎接万岁爷，你今晚去超德宫啊？朕唔想去超德宫。张文，你出去叫超德宫嘅人翻去啦。咁点得呢？万一娘娘怪责，奴才点担当得起啊？你去话俾佢知，朕今晚要批阅奏章，唔可以驾行超德宫。系，奴才遵旨。岁爷，成化元年户部嘅账簿呈上。放喺度啦。遵旨。咦？你系边个？点解朕以前未见过你？启禀万岁爷，奴婢系内库房嘅宫婢，今晚调派嚟乾清宫值班嘅。哦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奴婢姓纪，叫做小娟。小娟，睇你个样唔似系中原人噃。系，奴婢系广西嘅姚人。天顺年间，因为姚人作乱，被官兵俘虏，押送入京。哦，原来你系广西嘅姚人，的确系一个美人啊，小娟。你嚟同朕磨墨吓？遵旨。乾清宫里面又有宫女怀孕，你们究竟怎样看管圣上的？启禀贵妃娘娘，这件事是传闻而已，请娘娘息怒。传闻？张文，你是乾清宫的总管，如果圣上再瞒着我同奴婢勾搭，小心你的人头啊。奴才知道，奴才知道。那个姓纪的宫女，无论佢怀孕也好，有病也好，立即扫出宫门。我唔想见到有啲孽种喺宫中出世。系，奴才遵旨。怀师礼，呢件事你叫我点做呢？张文，纪小娟所怀嘅龙种，如果系王子，咁就关乎国家宗庙，我哋一定要尽力保护。冇错，自从皇长子夭折之后，万娘娘禁止圣上亲近妃嫔，大明宗庙嘅香火可能要断绝。如今纪小娟有了圣上的骨肉，实在是祖宗的福荫。但是我们怎可以瞒过万娘娘呢？我已经想过，我们可以以医病为名，先送小娟去安乐堂等候生产。生产之后，如果是王子，就送他们两母子去西苑的玉溪宫。玉溪宫，那里是冷宫嚟吧？冇错，玉溪宫里面有一个人可以照料佢哋。你话吴娘娘啊？冇错啦，自从吴娘娘被废之后，佢一直住喺玉溪宫。吴娘娘对人和蔼，处事小心亲切，而且
同万娘娘有仇，佢一定唔会泄露机密嘅。系吧？万娘娘唔敢随便招惹吴娘娘，佢哋两母子必定可以平安无事啊。嗯，嗱，到时机成熟，我哋再禀明圣上。张文，今年已经是成化十一年了。是啊，万岁爷。咦，奴才同万岁爷梳到一条白头发啊。白头发？连白头发都有了。可惜。可惜乜嘢呢？可惜未有王子。万岁爷，请恕奴才死罪。张文，你点解跪喺度啊？万岁爷，其实你已经有一位王子了。嗯，朕已经有个仔。是，今年已经六岁了。咩话？已经六岁？咁佢喺边度？奴才不敢隐瞒。六年前，宫女纪小娟替万岁爷生咗一个王子。啊、奴才同司礼太监怀恩，为免有人对佢加害，暗中送咗佢两母子去西苑玉溪宫，交由吴娘娘照顾。有咁嘅事？求万岁爷为小王子作主。嗯，朕明白啦，朕要立刻去西苑见佢。孝儿，孝儿，快啲出嚟啦！系娘亲，孝儿，好啦，我哋可以重见天日啦、哦。娘亲啊，你讲乜嘢啊？你父王要见你啊！父王，你唔好问咁多，快啲着衫啦！怀公公会带你去见父王噶啦。父王系边个嚟噶？仔，你以后唔使再受苦啦，可怜以后再见唔到娘亲啊！娘亲，你唔好喊啦，你出去见到着黄袍有胡须嘅人，就系你嘅亲生父王啦、啊。胡须？乜嘢系胡须啊？即系下巴生咗头发啊！哦，神儿阿孝叩见父王。你就是我的仔阿孝。好，他真的似我，真的似我。阿孝，你过来啊。哦，怀恩在，你立刻将这件事通知内阁商学士，传旨礼部替小王子改名。是遵旨。朕要立他做皇太子，他的生母封为淑妃。
万岁爷，你要立呢个叶总做皇太子，唔关我事。阿哥，咁又何必呢？万岁爷啊，你已经有咗仔啦，又有咗嗰个姚婢，仲使乜理我、啊欸？你咁讲，即系怪责朕啫。臣妾点敢怪责陛下？咁你想点啊？嗰、那个姚婢，我同佢势不两立噶。至于佢个仔，系陛下你嘅骨肉，我亦都无话可说。成化十一年五月，明宪宗朱见深在西苑和几宫女所生的皇子相认，替他改名做幼堂。六月，皇子朱幼堂的生母纪淑妃自杀而死。十一月，成化皇帝立朱幼堂为皇太子。自此之后，万贵妃对成化皇帝的约束已经大不如前，其他妃嫔陆续为成化皇帝生儿育女。万贵妃年老体弱，在宫中的威势日渐衰落。中华五千年之万妃尊宠，是由陈德信、谭翠莲、郑启明、李嘉仁、陈炳球、罗嘉玲、曾月娥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